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一节，要发理所言和记解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七十。第二节，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树梢烧丝没有洗的烧切分。第三节，人类法理所言和犹太人都知晓故人的遗传，若不自洗洗烧，就不切分。第四节，从思想来，若不洗漱，也是不切分。凡要效这撇的规矩，他们列胎知晓，就是洗背、干同虚定。第五节，法理所言和文士们他说，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顾人的遗产，用树梢切分呢？第六节，耶稣说：以赛亚指给你们加摩弥山的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。又见双说：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第七节，他们将人的盘铺当作脱离教训人，所以拜我也是妄人。第八，你们是如此丧的见面见住少年的遗产。第九节，要说你们善人的彼此丧的见面爱笑痴己的遗产。第十节，摩西说当孝敬父母，要说咒骂父母的必痴视他。第十一节，你们多说然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意见做了各异办，各异办就是穷山的意思。十二节，以后你们就不用他再奉养父母。十三节，这就是你们前书遗传废了上帝的托，你们犯了许多这样的事。耶稣要叫众人来对他们说，你们就要听从我的话，也要明白。十五节，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，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。第十七节，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墓地，门徒敲门他这必义的意思。十八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？是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。第十九节，因为不信人入不信入他的心，乃是入他的肚腹，要落差谋直离。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结肠的。二十节，要说从人里面出来的，那才是人的污秽人。二十节，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音、骄侠、偷窃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、伪诈、邪淫痛、妒忌、诽谤、骄傲、狂妄。二十三节，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，岂能污秽人。廿四节，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士顿的境内去，进了日家，不因于人自托，却闷藏不出。二十五节，当下有个妇人，她的小女儿疲倦不复坐，听见耶稣的事，就来夫妇在他脚前。廿六节，这妇人是希利尼人，属叙利亚腓尼基，就他求耶稣赶出那鬼，离开他的女儿。廿七节，耶稣对他说：让女儿先吃饱，不好那你的病急丢急救息。妇人回答说：主啊，不错，但救差作之的下也吃下子，门的水咋子？二十九节，耶稣对他说：现在激发你脾气吧，故已经离开你女儿的了。三十节，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，故已经出去了。三十一节，耶稣就离开推罗的境界，经过士顿，就从底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，有人带着一个尼禄撒迦的人来见耶稣，求他安息在他身上。三十三节，耶稣让他离开众人，到一边去，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，吐唾沫抹他的舌头。三十四节，望前叹息对他说：以法太就是说，
คอยเดียวป่ะถ้าที่นี่ต่อชิวคอยเดียวสัตว์เจ็ดชิวแก่เดียวสดฟ้าจะชินชิวเดียวอย่าสู้จุผู้ทามนบุญเจ้าก็สู้ยินต้านทาจัดฟัดจุผู้ทามนอย่าฟัดฉอนยองคอยเดียวสามสิบชิดเจ็ดจุ้งยินผู้ง่อยฮีขี่สดถาสดเจ้าเด็ดซีตู่เฮาเดียท่าเดียนลุงจี้จะแก้วท่าทางแก่นอาปาจะแก้วทามนสดฟ้า